们在 San Francisco 的 airport 准备要去 Vancouver。How do you know?哥哥他们已经走好远喽。有一个人，旺旺是不是？妹妹。妹妹，你都不等妈咪。妹妹，妈咪爸爸吧。又走回去了，不知道走去哪里。又走掉了，走去哪里呢？他要跟人家做朋友了。拜拜。妹妹在干嘛？看别人啊。妹妹，又要去哪里？好了，我们要去坐飞机了。爸爸在那边，跟哥哥在远远的地方。爸爸，嗨。爸爸跟白衣服跟红衣服的是哥哥。好了，我们去坐飞机了，妹妹。拜拜，say hi。Hello. Say hi, Ethan. Say hi. That's your sister. Okay, bye-bye.